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学长哥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美人姐姐。快乐的挖矿这么开始了，美人呐，咱们是啥都挖吗？是啊，家里啥都没有。对了，带火把了吗？拆了个火把，一会儿生怪了。这都是小事儿，没问题。嘿呀，这就挖到岩浆了，这几层啊？30层。哎呀，那你放水的时候，我得看着点啊，万一把钻石冲没了，我可怎么办呢？哎，钻石，看看我说啥来着？你就这么把钻石挖走了呀？是啊，嘿嘿，这就拼手速的时候了吗？哎呦啊，没人呐，有怪掉下来了，你先打，我上去看一眼啊。哎呀妈呀，我怎么把金子放在地上了呢？你还在上面呢。嗯呢，我在上面把矿都拿了，不拿白不拿吗？行吧。这还有两个罐子，出西瓜，出西瓜。哎呦，这么多矿泉石，旁边还有蓝晶石，这是三个，不是。4个孔雀石啊，我去，蓝晶石有3个，算上这孔雀石，这一下子就挖到了5个孔雀石，3个蓝晶石啊，这太可怕了。哎，这底下都让你挖这么多了，咱们挖多少回家呀？嗯，养一组多久回家吧。好，我又看见钻石了，哎，快乐啊。美人呐，我挖了8个钻石，18个蓝晶石，11个孔雀石，94个金子，88个铁，126个电石，够用不得？应该差不多了，咱们回家呗。好嘞，那就回家。好的，小伙伴们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别忘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